歹是不能陪着你吧？什么？谁的吗？啊，谁的就不能想你吗？是的吗？对，是他的。哎，这个羡慕在一个当地人的家庭。哦，没有，很多人嘛。你的家？爹呢？哦，这看着还好看嘛。Hello， 哦耶，哎，后面那个什么，那个是什么窑啊？烧什么？烧炭的。那啊，说实在，坐下。他这是搞什么？他那个是做什么？我倒霉呀！倒霉呀！他这里都喜欢动物的。很多蚂蚁哈，啊，我们买点啤酒给小姑娘饮料哈。到节目的人家里都必须买点饮料哈，花个十几二十美金。你先给老挝呀呢买两斤大米，买割两斤猪肉，他可不稀罕。这糯米啊，你问他价格了吧？那个老板蛮安的。哦，每公斤1000多柬币哈。这翻译出来不对的。老太哥，谁谁在阿面太哥？老太哥，啊？阿面呢？我给要太哥嘞，啊？我是叫他去上班。上班，嗯，啊，那他干嘛？跟你上班。啊？谁个宝贝？你在这边。你带我们去找苗。OK。跟你爸爸说一下。对。跟爸爸讲说。说苗。他们到苗家啊，到啊，到苗啊 ，OK。他们喜欢动物，他看看银钱。你的妈妈，你去找苗。找错了哈，其实他们是在算命的。用这个排名。老米啊，他这个也是一种算命的方式哈，在金边那个湄公河边皇宫前面，很多那些老女人会摆这个摊在那里帮人家算命，就用这个牌算的，不懂怎么算的，我们不懂哈。他走了吗？他穿，他要换衣服吧？算好了哈，这个小女孩像学生呢，是不是问这个高考的哈？你爸爸？你妈妈？老妈，你爸，这个是小女孩的爸爸，这个小孩是他的小弟弟，还有两个姐姐去金边打工了哈，那边的是他妈妈。这小女孩给我们联系她的闺蜜，一起去上班，现在打电话联系，我们去她家看一下。她离她家远吗？请安呢，弟弟。啊，不远了，离大家很近了。
到了。到了。你妈。还叫他妈去干嘛？那么多人去干嘛？太干你啊，先生！太干你。太干，要太干要上沙。嗯，你还是笑得很开心呢。笑了嘞。好，现在来到她闺蜜的家里。她家不错的嘛，她家挺漂亮的嘛。这是她的闺蜜，她叫明奥，我那个兄弟认识她。杨太哥。他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，听不懂。照不上镜，你问他去吧。他干到啊，别呢，要啊。丹尼，他干啊？你是说在你那个地方就行了吗？到了两百多了。嗯，买买车车。啊，车。哦。还生病？我在吃药。哦，吃药还蛮好。哦，他以前还真的是跳舞的吗？是啊。这个身材没那么好看呐，好像。你不是人家红白喜庆的，不是说是好看。是啊，我刚才发给他看了，他说是啊。走吧，我们先走吧，是吧？叫他想一下吧，我们先走吧。拜拜拜拜。给他上班吧，我开工资。他干嘛？先生。我没来呢。啊，没来。哦，没来呢，没来吗？要四个。OK。送妈妈上。送妈妈上啊。嗯。他跟他妈妈讲。嗯。好，让小年回去跟他妈妈商量一下啊，不知道行不行，个子有点矮，人长得比较嫩，但是身材不够苗条。